喂，方部长，知道了吧？姚庄富出事了，中心市市长人选有没有目标啊？方部长，中心市缺个市长吧，我这儿有个人选，你肯定会满意的。老方，咱们同事多年，我就直说了吧。我呀，想给中心市推荐一个人，那天咱们见面细聊。喂，我是嘉兴，我想问一下，中兴市市长候选人有了吗？哎，嘉兴，邝书记找我，我挂了。中兴市原市长姚庄富利用职务之便，为本人及亲朋好友低价购入城北高档住宅小区多套住房和铺面。为了使房子升值，他利用职务之便，以保护古井为借口，擅自将环城路设计向北移了20米。不仅建设费用超过预算，改道的环城路还要穿过装饰建材市场，致使大量商户拆迁。经省文物部门考证，所谓的古井不过是五六十年代这儿来加几句。中兴市是我市重要的工业、烟草和能源基地，经济总量占定州的一半。今年我们又紧锣密鼓地启动了一批重点的骨干项目，现在又面临低碳经济这一新的课题。中兴市新市长人选要迅速确定啊。那我们组织部提供的那几个人选啊，小陈啊，你到下边去把我老家带来的茶叶拿上来给方部长。好的。啊，你说的这事儿啊，我和彭市长碰了一下，为了保持中兴市各项工作的连续性，综合分析各方面的情况，并在一定的范围初步听取了一些意见。原则上，中兴市的新任市长仍从中兴市产生。至于你们送来的几个候选人名单，哎，其中有两个不就是中兴市的吗？对，一个是现任的副书记任燕和常务副市长王永泉。是，这两个人大家基本上都是认可的。哎，但你们组织部门一定要严格按程序办事儿，最终还得看群众公认的结果和考核的结果。好，尽快拿出一个名单来吧。在下个月初常委会开会的时候讨论。好，这两个同志都不错，都是我们的重点培养对象。王永泉呢，原来是咱们市的
发改委的副主任，后来调到中兴市当常务副市长，现在也有三年了。嗯，任燕同志原来是中德县的副县长，后来调到中兴市当了两年半的组织部长，然后任副书记，现在也有一年半了。嗯，这两个同志啊，都不是本地级的干部，符合七长交流的组织原则。副书记，那我先赶快到现场去了。好的。想放的我就给我抢出来，就这样啊，记住。刘书记，是你叫环保局的人去查的三全矿吧？这当口正好生产大忙的时候，让三全矿停产两天，这怎么回事？你知不知道这矿上停产一天损失多大？这个责任谁负啊？啊？喂，你让干警先撤下来，不要让事件激化。那些毕竟是商户，是群众嘛。啊，行行行，我马上去现场。哎，老杨，哎，这样，这件事呢，我要向矿书记汇报啊。你先到拆迁现场处理一下，防止事态扩大，先稳定商户的情绪，然后想办法，我们商定解决。王副市长，三全矿的事儿不是我让人去查，是有人举报说那儿的污染太严重。我手头正好有事情要处理，回头咱们私底下再交流吧。哎，你，不是你看这，来，坐，小乔。这个王部长啊，这人选的事儿一定得抓紧啊。我加薪的茶叶尝尝吧。谢谢方书记，那我先走了。行。司令。二老。什么时候学会下雨就流了？我还是守着我的实地吧。哎，中兴市市长候选人有了吗？好，下棋别走神啊，小心输棋。妈，我想给你推荐一个人，这个人你也认识，建平。在兰兴县干县委副书记六七年了，人挺能干。嗯，建平，我知道，这人挺踏实，能干。怎么样，我眼光不错吧？是吗？你呀，有提名权，有建议权。多说几句话不就行了吗？啊，哪儿那么简单？行，我先了解了解情况再说，好吧？哎，小雅快开学了吧？今年读大二。哦，对对对，大二。你看看，这时间过得太快了。我记得生小雅的时候，你在外地出差。是我第一个赶到医院，第一眼看到小雅的时候，哎，别愣神儿，下手啊！谁呀？该你了。该我了。对。你爸，不管你，你不要轻重的掺和，不考虑人民群众的利益，你们就想强行出家。严副书记，姚忠富在的时候要我们迁到城南，那都还没开发呢。
我们去做谁的生意去啊？不要担心，大家都不要担心，政府一定会把情况处理好的，好不好？现在姚政府倒了，也得有人替我们说句公道话吧。任副书记就在那边，大家跟我来，好不好？走，来，我们要偷来的厨房，大家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来，任副书记，您辛苦了。我们楼栋党支部的党员在这个时候要以大局为重啊！哎呀，书记，党员也不能睡马路啊！我们只是向领导反映情况，怎么了？对，我们反映情况嘛。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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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大家的情况呢，我了解，但是呢，这个路已经修了一半，再改回以前的设计已经是不可能的，那样的损失会更大。再说我们环城路的这个施工进度呢，也不能停下来。我去找一处和现在条件相当的经营场所，让大家搬过去。请大家放心，政府是不会让大家的利益受到任何损失的，好不好？任书记，我们相信你，我们相信他。哎，我们相信你。大家都听到了吧？市里领导今天在这儿都表态了，没有问题的，你们就放心吧。现在大家都回去，准备搬迁，好不好？散了，散了，散了，准备搬迁吧。好，行行行，就是我说的。你真找我呀？我就不能来找你了吗？我不信。这丫头，要开学了，我特意来看看你，顺便啊，送你一个开学的礼物。电话呀！过来。看看，漂亮吧？真漂亮。可。我爸爸看到了，肯定不会让我要的。哎呀，这是厂家的试验品啊，又不花钱的，但是有个条件，用完了以后你必须得给我填一个用户意见表。行，填十份都没问题。好，那我先收起来，回学校再用。好。哟，螳螂古月，这螳螂古月。历史挺悠久的。嗯，我虽然没有亲眼见过，但我听说宁溪镇古镇村有一位老人自发的组织了个乐队，目的就是不让这个东西失传。嗯，学校社会调查，我选的就是古镇村，到时我多收集点资料，就以古乐为主题写份调查报告。好啊，还有更巧的事儿。什么？我弟弟，就是你家旺叔叔，嗯，在宁溪镇当镇长。你有什么事儿，你去找他。老齐，老齐，您这儿遛狗呢？退下来了，闲着没事儿，溜溜狗，走走路，也算是锻炼身体吧。听说中兴市。就要选市长了，要慎重啊！贝贝，走。老师，这还不是你一句话的事吗？这算是办成了，我和孩子他爹一定出去。哎，我跟你说，还有这几年呢，孩子都一直让你费心呢。你听我说，你孩子在学校挺好的，真的不行。我跟你说，你带走。哎，你，我跟你说，你听我说。谢谢了，谢谢。你把东西带走啊！你怎么回事？跑官的。什么？跑官跑你这儿来了？不是跟你要官，是给孩子跑官的。给孩子。什么意思？想让他的孩子当大队委，只要当了大队委，就能当三好学生，连续三年当三好学生，将来就能进一个好的学校。吃饭还玩呢？给我拿过来，哥。那干嘛呢？正平，孩子嘛，真是吃饭的时候。我老婆，这都让你给惯到了。哎，我嫂子，那个什么，酸菜鱼呢？
想吃啊？想啊。没有。行，那凑合吃呗。给他吃吧。毛病了你。老郑平，有事儿跟你说一下。我兄弟叫你知道吧？行，我记得小时候老跟着咱们，我都不稀得带他玩儿。这日子过得真快，现在当镇长了是吧？是，在灵溪生当5年呢，镇长5年了都。嗨，那可不是嘛。啊，那个什么，最近啊，他们那个书记调走了。照惯例呢，他应该接替书记的位置。可是现在市里搞什么公推公选镇党委书记，多了一个候选人，就是他们那个副镇长舒步军。我想这个事儿呢，你是不是那个？老冯啊，啊，公推公选镇党委书记的事儿是咱们市常委会定的，又不是我定的。咱们都当干部了，该怎么做还用着我说吗？来，先吃饭，先吃饭。哥几个帮个忙，走了，谢谢，谢谢。几位辛苦了，谢谢。大家都辛苦了啊！我们楼栋党支部的党员来帮大家一起搬。好，谢谢领导，谢谢大姐啊，谢谢。哥几个还有几个箱子。好嘞。这是什么呀？谁叫冯家旺？是不是会写是什么？胆子真够大的。哎，你看，你看，我这也有一条呢。各位父老乡亲，各乡镇党委书记改选已经开始，请大家为冯家旺投出你珍贵的一票。冯家旺镇长真抓实干，成绩突出，希望大家都支持他。哎，等等等等等等，我这里还有一条啊，叫大家选冯家旺。如果大家选上了冯家旺，定当酬谢。不搬了，不搬了。咱们这家，我看啊，不搬了，连选举这么重要的事情都当儿戏，人言的话可信吗？不搬了，不搬了，哥几个，帮把手，搬走，坚持到底，在这儿。别胡闹啊，大家别胡闹，继续搬吧，啊，继续搬。太狂妄了，贿选短信在中心是发的是铺天盖地。这是我们第一次用公推公选的方式选拔乡镇党委书记，各方面都很关注。中兴市是我们的试点，试点的成败关系到我们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方向，也关系到我们市委的声誉和形象，更关系到我们如何让党的事业取信于民的大局。我希望有关部门协调配合，尽快把这件事情查清楚。我先表个态吧，就短信上提到的冯家旺冯镇长，在座很多人都知道，他就是我弟弟。就这个问题，我绝不徇私情，我一定配合组织把他调查清楚。不过就公推公选，我一直保留自己的意见。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凡是涉及到人的问题，涉及到干部的问题，它都是很敏感的，很容易出问题的。可是你们听不进去，到现在就出现了贿选的事情。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它也是一个不断的探索、不断的完善过程，对不对？我觉得遇到障碍、遇到困难，这很正常，我们总不能因噎废食了，对吧？我做干部工作这么多年，送礼的啊，说情的人我见多了。冯书记，你也见过吧？前两天我带着女儿去看6月6赛马来着，我和女儿赌马，无聊。她非说白马赢，我说花马赢，您猜，最后谁赢了？黑马。天哪，您真够神的，您怎么知道黑马赢了？你到底想说什么？
从这件事儿，我就想到了伯乐乡嘛。从古代的吏部到如今的人力资源部，还有组织人事部，都乐于此道。可是，伯乐也有看走眼的时候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把乡马改成赛马，这样行了。说了半天，不还是选人的事儿吗？啊，你先把那贿选的事儿给我查清楚。是。是。选人是得慎之又慎的。我们精心挑选出来的人，把他放到工作岗位上。别忘了，人是会变的，你能保证他不变吗？如果一旦出现问题，给社会造成的危害，你我都是有责任的。胆谢。看赛马。早点休息，听到没有？生气了吧？闺女才不生气呢啊！真生气了？我告诉你吧，爸爸明天不走了。这那是不可能的。你真讨厌！爸，你怎么可以这样呢？每次都是。你都要走了，然后还让我们跳舞玩得这么开心。你走了以后，家里就剩下我和妈妈了。我每次睡觉的时候，脑袋里都会回想起跳舞的音乐。你知道我跟妈妈多难过吗？小雅，不许这样对爸爸说话。是，其实爸爸比你还难过，真的。我每次离开这些旋律，都在我脑袋里边转啊转啊，真的特难受。这1:1，咱俩扯平了，好吧？那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哎呦我的天哪，有什么条件？说吧，我听听。爸，咱俩是一天生日，都好几年了，咱俩都没一起过过了。今年能跟我一起过生日吗？这叫什么条件呢？我必须答应，这是无条件答应。我才不信呢，都说过好多遍了。爸，你可记住了，这个是擦脸的，这个小脚边的呢是擦脚的。我告诉你啊，我可没工夫下棋，我要去读书室。不是让你下棋，我给你看一玩意儿。小三儿，把那钉子拿过来，把这目标又重新挂上。喂，简立方吧？喂，啊，我是锦州市委组织部甄一平啊。我是简立方。姐，你就别管了。哎呀，收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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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这个人就是来闹事，快收起来！收起来！收起来，收起来，别管了，姐。亮亮，小心点。亮亮。方伯伯。哼，小帅哥。哎呦，部长，您怎么不打声招呼，我好去接您啊？没事，小帅哥，你还当班长吗？方伯伯，我不当班长了。嗯。怎么了？为什么不当班长？我总是迟到，老师就。为什么要迟到？小杨。哎，麻烦你帮我带亮到宿舍去吃饭啊！哎，好的，来来来，跟杨姨走啊！哎，吃完了赶紧上学啊！小何，打个报告，把你爱人调来吧，我给有关部门打个招呼。
长期分下去对孩子不好。部长，我不能跟组织。按我说的办。老爸，正好县委也在，让他带我去交检的方式吧。是啊，快去。好，部长，我们走了。走走。方部长，我们中兴市的当务之急是新市长的人选。我这次来啊，除了查贿选的事儿，另外呢，我就是对你们中兴市的干部啊，做些考察，了解一下基本情况。哎，这么说，也考虑我们当地干部的人选。哎，我们这儿也不缺乏优秀的交流干部啊。胡书记，胡书记。出大事了，还抓了人！哟，方部长您来了。别着急，别着急，说清楚，到底怎么回事？市环城路拆迁工地不是有几个钉子户吗？明天就是他们拆迁的最后期限。刚才呢，施工方就派人去通知他们，结果就吵起来了。听说现在他们还僵在那儿，这几个钉子户是点名要见人影。环城路工程现在有人影抓。群众要见他，很正常嘛。问题是人燕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昨天，人燕还去见了矿业集团齐总，想征用矿业集团在新源路的旧仓库，不知要搞什么名堂。矿业集团齐总本来就对人燕查处三全矿他有意见，他又不跟我这个主管领导说一声，打声招呼，就这么直接去了，这太目中无人了吧？而且这不符合程序。好了好了，别啰嗦了。拆迁工地那边现在情况怎么样？您可来了，他们要强行拆房，要赶我们走。书记，你来了，这小子不能放，他刚才还想打人，要不是我躲得快，脑袋都开花了。你先听我把话说完。大家都安静点。不行吗？由于我们以前工作的失误，给大家造成了很多不必要的损失，我在这里向大家道歉了。这几天我们市里边的领导也都在积极的想办法，想帮助大家尽快地解决这些不必要的损失。未来我们将要在新源路商业西区这一带建设一个新的大型的商贸建材市场，那么大概有半年左右的时间，大家就都可以搬到新的市场里边去了。但是在这期间呢，我们也给大家呢找了一些周转的门市，请你们大家呢搬过去。我们找了很多的地方都不是很理想，最终呢，我们跟矿业集团呢协商好，把他们在新源路附近的一个旧的仓库改造成一个临时的建材市场。人家同志，在女同志里面算是比较泼辣。当然，你们大家呢也可以自己去租房子，房租方面呢，政府也会适当的给予一些补贴。都清楚了吗？我们怎么知道你说的话是真的？对呀，我怎么知道？安静！我这里有规划局的批文复印件，大家一会儿可以传看一下。明天呢，政府网也会有公示，请大家监督。我在这里，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跟我提，我能帮大家解决的就尽快的帮大家解决，好不好？好。哎，任书记，那个租金多少？方部长，那个您还记得我吗？我们以前见过面。记得。您真记得？我们这个楼栋党支部就是在您的建议之下成立的。记得。我们这个小区啊，有很多流动党员。这些流动党员长期在外，有一些党员就忘记自己的党员身份了。自从我们这个楼栋党支部成立之后，这些流动党员就像找到了自己的家，很有归属感。说得真好，归属感。我们不是常说，干部之家、人才之家、党员之家吗？哎。这就是党员之家，啊！立方同志在吗？你们这是？立方同志在吗？在，我在这儿。大姐，有什么事儿吗？立方，我们来反映一下情况。那个
大伙儿都是来反映情况的。是。那里边说吧。好啊，来来来，里边说。好，都赶紧进来。那个，有什么样的情况？丽芳，今天早上我一出门就踩上这个了，上面还有字条，你看。区区薄礼不成敬意，希望临溪镇的乡亲们都投冯家旺镇长一票。丽芳，这是放在我家门口的，我们不能要。你们手上拿的都是在你们家门口发现的？是。那都放在这儿了吧。来来来，都放在这儿。我真是的，哇，都挺多的，都放这儿。对对，还写着字条。这是我家门口。几位领导是来收缴赃物的吧？我可首先声明啊，我家门口可啥都没有。我一不是共产党员，二没有选举权，我可是绝对的清白。愣头青，怎么说话呢？什么话一到你嘴里就变味儿？什么收缴赃物啊？啊？这不是赃物。听着。你也不看清楚，这酱油都过期半年了，你也不长眼呢，丢人。这个缺德的冯家旺。哎，这位小兄弟，你认识冯家旺？认识啊，我表弟镇上的镇长。你谁啊？干嘛？这么没大没小的，你知道是谁吗？谁啊？他是市委组织部的方部长。哎呦，部长你好。没关系。同志们，我们是下来调查情况的，没关系，随便说啊。还有什么新情况？有，我有。你看，我今天一早出门就看见他，还是左脚，没右脚。你说这不是恶心人吗？哎，更可气的是，你看，还有这个。如果冯家旺当选镇党委书记，我们郑重承诺。立刻送上另一只。这两条是你们发的吧？嗯，是我们发的。说说吧，当时什么情况？哦，我记得那天拿那个送快递的，我打开里面有2000元现金，还有封信，说是将以下内容发送至中心市某号段，有100多个号码。当时好像不止100多条。哦，是不止100多条。当时敲进去挺麻烦的，我就请那个业务员选了号段给普发了。短信承诺还挺守信用，专业作案手段不留痕迹啊。进来。哟，这这么多东西，这是要开超市啊？是啊，喜欢什么随便挑。哎，方部长。你好，你好，任燕同志，有日子没见了。是我整日往乡下跑，好久都没去市里了。郑部长，你也在。任燕同志，你好。你好，坐坐坐。哎，这些就是他们会选的东西吧？是啊，看来我们是得去一趟临溪镇了，去见一见冯家旺这个当事人。方部长，正好我也要去一趟临溪镇。本来啊，我跟苏部局约好了，要跟他谈一谈古镇村的改建和旅游开发的事儿。苏部局给古镇村啊做了一套方案，很有气势，很有前瞻性。但是我的汽车进了修理厂了。那就搭我们的车吧。好。拆迁工地的事儿解决的怎么样？今天可是最后的期限呢。我就是来向您汇报这件事情的。我今天上午啊又跑了一趟，那些商铺的周转问题基本上都已经落实了，矿业集团也很支持。好啊，方部长。哎呀，这件事情我真是都快跑断腿了，既要地段好，又要租金合适，真的是很难找。关键就是求人难，这回我也算是学会求人了，求的都是咱们市里的那些大人物，要不然也不会拖到最后一天。听出来了啊，这话里有话啊。哎，任燕同志，你刚才提到了一个苏部局，副书记，这可是个人才。嗯。哎，他是不是临溪镇党委书记的候选人之一啊？对，他是临溪镇的副镇长兼古镇村委会的主任。啊，方部长，你们有机会一定要去古镇村看一看，那明清两代的古镇保护得很好。要不你们这次就去吧。喂，家旺吗？你的事儿我给你办了。
该说的我也说了。谢谢哥，大恩不言谢啊。可你小子也太不争气了啊！我怎么了？你还问我？你这拉选票的短信，全中心市都知道了，气得邝书记在常委会上拍桌子。你这事整的影响也太坏了。我告诉你，这事儿我可给你拦不住，你自己解决吧。哎，不是，谁拉选票了？这短信上清清楚楚写的是你冯家旺的名字，还谁拉选票呢？喂，喂，三儿，哎，我心里有点慌，会不会出事儿了？嗨，爹，你就放心吧。从这儿绕出村儿肯定没问题。再说了，咱这是拉水的事儿啊，您坐稳了。这是拉的什么呀？少了队，我们什么都没拉，拉的水浇园子去。浇园子是吧？浇园子。哎，来鱼塘那睡觉啊！哎，我，哎，这儿，爹，打了，揍你！我让你救！啊，哎，别打了，把人打坏了怎么办？强，爹，强，怎么这么处理问题啊？啊，随便动手打人，有问题解决问题嘛？怎么回事？他们偷了联合里的鱼去卖。这是我们家自个儿鱼塘里的鱼，什么他妈！你来，强，三儿，你这么说话可就不对了。自家鱼塘，村上联合体的鱼塘，都要由联合体统购统销。你不知道有这个规定吗？什么联合体啊？都是你一个人独霸。那怎么处置他们？怎么一点长进也没？人不能打，盗窃工具和赃物不是都在乎？这不都是证据吗？这儿就是河边村，再往前就是林溪镇了。任同志，你对这地方很熟啊？我对苏部局的那个环保计划很感兴趣，所以我经常过来看看。签个字儿，承认你们是偷鱼，再交500元罚款，我就放了他。爹，不能签！你给我闭嘴！走。新肖的，老子告你去！你这也算共产党的村主任？你，住手！干啥？干啥？住手！住手！打人！住手！住手！太无法无天了！哎呀！你是谁？放开！在我的地盘管我！放手！哎呀！放手！别动！哎呀！哎！你们这是干什么呀？你们知道他？别动！别动！咋回事？你怎么才来？怎么回事啊？两个人偷鱼，来俩管闲事。把我给打了，成了，都交给你了啊！走。警察同志，他们把人打成这样，你怎么放他们走了？打谁了？那你看，哎，老肖，哎，警长，行了行了行了，少说两句，走到派出所处理。这位是鼎州市委常委、组织部的方部长。这两位也都是组织部的同志。部长，我知道，你也不容易。是啊，可能方部长不太了解我们这里的情况。这肖一发是河边村一个说一不二的人物，加上他的侄子肖强，带领一帮地痞流氓。这个情况，你们镇党委知道吗？知道，但肖一发神通广大。不用说镇党委，
就是市里边相关部门对他的问题进行调查，也是不了了之。最近时间，镇党委书记调走，镇党政工作就由冯镇长一人担任。冯镇长对这个肖主任特别的器重，这让他更加的无所顾忌。而且，我听说冯镇长的哥哥在市里任要职，这任书记是知道的。我不知道。又是这个冯家旺。部长，我可是关起门来跟你说的。行，我知道。好了，你把这个情况写个报告。给谁？组织部。当然。这个肖一发还是个共产党员。哦，我说的，他现在还是。叔，今天那几个人要不要收拾他们？改革咱们动手。我看今天这几个人来头不小，你也不想想，这么些年，谁敢跟我动手？你们村真是大户啊，肖主任。哎呦，镇长来了！马路上撇的都是鱼啊！啊，镇长，您真会开玩笑，您快坐，您快坐。镇长，正念叨您呢，我给您弄了两只野生甲鱼。害我是不是？肖一发，我问你，短信的事情是不是你干的？不是我。现代通信手段呢，这样的事儿谁都可以干。总算自作聪明。我跟你说啊，市委已经开始调查这件事情了，你得赶紧把我洗清。其实这条短信可以有两个方面解释嘛。谁会信您给自己拉票？人会笨到这个程度吗？你是聪明啊，要不你当镇长得了。别别别，您是镇长，镇长兼书记。什么事儿？哎，我这就回去。哎，站长您走啊。哎，要我把甲鱼炖了给您补补？你自己留着补吧。哎呀，各位大领导请进。苏副镇长在吗？我们苏副镇镇长呢在古镇村蹲点儿，他走的时候刘化在古镇村等你，都躲出去了。什么意思啊？是躲我们吗？我们又不是神仙，哪能知道领导要来啊？是躲村民，一大早就有人来问，是不是上面要求一定要选冯镇长任镇党委书记？市里亲戚呢都收到了一条短信，还送了礼。反正选举这么大的事儿，我也说不太清楚，也不敢表态，这不全躲了。我已经给冯镇长打了电话。屋里有人吗？想来问个事。啊，什么事啊？说吧。家里面他表舅打电话来说，发短信来给家里面送了两瓶酒，咱不能白拿别人东西是吧？想来问一下，真事什么时候掀起？给冯镇长投上一票，咱心里面就舒服了。对啊，啥时候投票？选举的事儿，我也不大清楚，等镇长回来，直接向镇长反映就是了啊。好，走吧，走吧，快点啊！你个孙子，回来！大家都别走，说说情况。有什么情况，大家说说吧。你们都站在这干什么？哪看哪看，怎么着了？散了散了，散了。方部长，任书记，各位领导怎么还站着呢？进屋，让大伙都散了。老生子你也不沏个茶，快去。好，去。哼，很气派啊，方部长。哎，是，我以前采访过，采访过。你就没想想捐助希望小学吗？
捐，马上捐。王站长，嗯，刚才那些百姓都是为了短信的事儿来的，这件事情已经搞得满城风雨了，你怎么看啊？政副部长，这短信的事情，我也是刚听说，还没来及调查。哎，我声明啊，这件事情与我无关。你想啊，放那样的内容，我再署上我冯家旺三个字儿，在整个中心市广告啊，这分明是有人别有用心嘛。谁别有用心啊？哎，我是猜测。哎，这段时间啊，我是忙得焦头烂额，办矿的事儿阻力大，不好办呐。你有话就直说，别拐弯抹角的。你不就是说王副市长抓的那个项目吗？我告诉你，我的态度永远是不赞成。看，给老百姓办点好事儿，他就这么难。方部长，你给评评这理儿。我们灵溪镇地处山区，自然环境差，每户人家只有几亩山地，年轻人都待不住啊，都跑了城里打工去了，家里就剩下一些老弱病残啊孕，啊，劳动力不够，生活十分困难。哎，就在这个时候，发现了铜矿。王副市长就想跟市里的源城集团搞合作，把矿办起来。这第一呢，能让当地的百姓致富；第二，出去打工的年轻人不就纷纷的回来了吗？毕竟，谁不想俺家乡好啊？对不对？我不反对办矿，但要在不破坏自然环境的前提下，比如说古镇村。你别提这古镇村了。任副书记，咱们走。哎，方大哥。你说什么？哦，方部长，我哥来电话了，让我好好的接待一下几位领导。他哥哥冯家兴，咱们冯市长是我的同班同学。你哥哥对你很关心呐。苏土局家里几代都是做古建筑的，他自己对这一行业很有研究。当年他从建工学院毕业回到家乡，就组建了一个古建筑工程队。哎，小苏，你把那个你的愿望跟方部长讲讲。方部长，我这两个愿望呢，一呢就是保护好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些宝贝，二呢就是发展旅游。好。这是我们的东京音乐团，嗯，我们呀正在申请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呢。是吗？里头正在演出呢。来，进去看看。哎，嗯，来来，好。方部长，嗯，这就是我们刚修缮的古会馆。嗯，您没看过它原来的样子，破烂的都快塌了。嗯，就是小苏带人修的，这就相当于我们镇上的小剧场吧。修旧如旧。发展旅游，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你们抱负不小啊。是啊，开始的时候是投入很多，见效慢，这是一个长卷的过程。请，看。好听吗？是不是很享受？你呢？你是不是特有成就感？
小李啊，马上把这个打印出来。哎，好的。喂，方部长，我们一回来，蒲书记就马上召开紧急会议。根据王所长和其他部门提供的情况，初步掌握，这个肖一发横行乡里多年，私设公堂，纪检部门已初步介入了。因为多次伤人，构成犯罪，已责成政法部门立案调查。你麻烦惹大了啊！白天怎么不说？瞧把你急的，啥事儿啊？你白天冲撞了谁？谁？我摆平了，人都让派出所带走了。哦，你都摆平了？啊，那我看你是一辈子摆不平。你知道你冲撞了谁吗？谁？方正平。听说过。他是鼎州市委组织部部长常委。您是说？我说你混蛋！不废物！我都跟你们说了多少次了啊！遇事要小心，要收敛。你们听了吗？全拿耳包封了。事到如今，我顾不了你们了。哎，镇长，镇长，镇长，您哥哥不是方书记，不是跟那个方正平部长是老同学吗？您不是说他们那个关系不错吗？能不能让他老人家出面给，这不就过去了吗？我说你小子想什么呢？啊？他们关系好没错啊。是啊，我和对方正平的女儿就像亲闺女啊。你别琢磨，你不了解方正平，原则问题上他不让步。你呀，还是好好想想自己的问题吧。啊，这事情闹大了。很大。喂，请问是家旺叔叔吗？啊，是啊，我是冯家旺啊。我是方正平的女儿方雅凡。给我您的电话，是这样的，我要到你们镇上去做社会调查，这事儿您听说了吗？啊，说了说了，你来了给我打电话，我会安排的。啊，哎，对了，我的手机啊换了个号码，这个旧的不用了，一会儿我发给你，好吗？嗯，太好了，谢谢您，拜拜。好，拜拜拜拜。镇长，您手机拉不出来，我给您送来了。我看这两天啊，还是出去躲一躲吧。哎，今天我试探了一下方正平，是跟我哥有所沟通。我哥还送了他一幅名人字画，这很正常，他们俩是老同学嘛。希望能有回旋的余地啊，不顾及同学情谊。他也得顾及他女儿的面子吧，毕竟是掌上明珠。好了，我走了，开车，您慢走。
小青，你说实话，这画是谁的？冯超然的真迹、啊、怎么样，喜欢吗？冯超然的画你也敢送？拿走。怎么样，喜欢就留下，咱老同学了，你还客气什么？少废话，拿走。好好好好好。喂，方部长啊，村民大会已经罢免了肖一发村主任的职务，明天他们在放鞭炮庆祝呢。现在啊，家家户户都在摆宴席，排着队请我们喝酒呢。哎，哦，这个还没什么线索。好的，好的，好的。人真是有靠山了，胆敢罢免我，就这么完了？一世英名啊，就这样栽在他们手里，太猖狂了！还是手太软，当初就该把他们都打死。都是那方志平，我找几个兄弟把他做掉算了。给我滚！天到晚的做这个做那个，你能做谁呀？啊，不让人家给你做了就不错了，赶紧给我消失。叔，喂，家旺叔叔，我是小雅，我坐今天早上8点的车，11点半到中心。好，那我到长途车站接你。嗯，好的，知道了。一辆黑色别克。叔，你干嘛去？方志平还坐不坐了？喂，小雅。在哪呢？我看不到你。哎，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好的，好的，马上到啊。随便聊。哎，在这儿谈话还真有点不习惯呢。要不这样，明白我答。我刚说什么了？好，我说什么了？聊天不是谈话啊，随便聊。那就聊工作吧。你竟然真是个直性子。那我就直说了。觉得你对任燕同志好像有点看法是吧？怎么说呢？看法确实有，不过都是在工作上的。工作上每个人都会有分工的。可他倒好，老是到我分管的矿上来挑三挑四的。这你也知道，这前几天他把我分管的矿给封了，这多大的损失啊！当时可能也是
太着急了，这话就没过脑子就直接出来了。我对他还是有点误会。听说这个任燕同志反对你在下边联合办矿。方部长，我这个人您出场了就知道，我就喜欢直来直去。说到这个联合办矿的事儿，我是主管招商引资的，这本来就是我该做的工作。我真是拿他没辙呀！我在前面开一处，他就追在我后面关一处，整天跟我说什么环保啊、排污啊、什么科学发展观呐，我实在是没招了。你觉得他说的没道理？道理是谁都会讲，但如果按他那个道理，那市里的矿产企业是不是都得关了？那改造需要花钱呢，它也需要花时间呢。要是一停产，那就是负增长，别人就会质问我这个主管副市长干什么呢？咱。哦，对不起，我接个电话。几点开会？好，好，我知道了。就这样。好。方部长，今年汛情来得早。中兴市防汛抗旱红色预警启动，我呢是防汛办的副主任，马上要去开个紧急会议，这是大事，赶紧去。好，那我先走了。好，永泉同志，您还有什么事儿？小心，千万别出事儿。好，我知道了，我去了。升起一盘，请慢用。来，试菜。谢谢。来，尝尝这个。家旺叔叔，你可真够意思，不愧嘉兴伯伯的弟弟。那吃完饭，咱们马上就去古镇村吧。哎，不急不急，你看这天啊。马上就下大雨了，刚才市里的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已经发出了红色预警。再说了，这古镇村的路也不好走，万一碰上泥石流怎么办？会有危险的。停车。伯伯，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啊？方伯伯，我们有宿舍的钥匙，我爸不在家，我回不去了。这次啊，我可帮不了你。
那你也看见了，蒲书记已出面了，萧一发是彻底的倒了。我都整不明白，你跟萧一发的关系怎么这么深啊？回去好好把自己的问题想清楚，跟组织交代，争取宽大吧。哥，要不你再跟方振平说说，我这充其量也就是一用人不当嘛，占点小便宜。还方振平吗？这次要不是方振平，事儿能闹这么大吗？你呀，说得轻巧。你这是占便宜吗？你这叫受贿，叫腐败。这事儿整不好，连我都要受到审查。这场暴雨将持续到明天，请各部门做好防洪工作。刚才说什么？我没说什么呀。我是说收音机。哦，雷雨防洪。糟糕，掉头。去哪？古镇村小学。是，要快。送过来了，对，不用请，也不用谢，我本来是想亲自给你送过来的，哎，但是呢，现在三泉矿发生了透水塌方事故，我必须马上赶过去看一看，哎，哦，今年雨水来得特别大，你们一定要多当心。你核实没有？矿井底下有多少人？报告，下面大概有30多人。什么？你再说一遍。下面的马上带人送吧。好，明白了。看见的人。已经在这儿了，王副师长正在指挥抢险。哎，好，我马上赶过去。爷爷，你那边情况怎么样？方部长，古镇村烧洪爆发，压塌了小学校。有伤亡吗？孩子们都安全，冯镇长受伤了。好，好，好，去哪儿？先去三环庄。好嘞。哥，放心吧，没事的，骨折养一阵就好。我特意来想告诉你一件事情，
我今天主动到纪委，把送画的事情讲清楚。这次我感觉有人想陷害郑平。纪委已经派人到中兴市调查。说心里话，我和郑平是同学，又是多年的同事。虽然在工作中有不同的意见和看法，但是我一直认为郑平是一个正直的人，心胸坦荡的人。我想这个时候你应该主动向有关部门把问题说清楚。哥，你什么都别说了，我知道都是因为我一时糊涂害了方部长、方大哥。哥，我跟你去说清楚，走。躺下，看看你现在能动吗？啊，躺下吧。哎，让一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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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让一让啊！部长慢点啊。没事吧？没事，没事，没事。方部长，你看我们的干部，在关键时刻还得经得住考验呢，冲锋在前，一晚上没睡觉，刚刚上来，都挺好啊。不出去，不出去，这是我应该做的。方部长，这本来就是我分管的工作，好在没出什么大事。永泉同志，你有没有想过，不出事更好，那才是你分管的工作。是。喂。哦，任岩同志。哦，好，好，我马上赶到。方部长，您看。我需不需要跟您一块儿去？服务员，服务员。没什么事，您看这修学校抢修塌方的人不人手不够啊。那你们村里的人呢？哎，都出去打工了。
您看矿关了，这不留在家里面干嘛呀？这些孩子都是留守儿童，这都是村里边的。老周啊，哎，情况我们知道了，你先回去吧。啊，我要不调个抢修队过来，带上施工机器，很快就行。仅仅下了这么一夜雨，小学校垮了，其他的建筑都完好无损。怎么回事？方部长，您看了学校的位置，三面环山，地势最高，是我们村子里的风水宝地。学校建了几十年了，从来没有出过什么事儿。直到去年秋天，镇上搞招商引资，说在这里啊发现了铜矿，要开办矿场，还说啊这对村子有好处，将来就不用出去打工了，在家门口就能拿到工资。接着一阵炮响，山被削去了一层，草啊树啊全都没了，满山的石头，你们说这不是败家吗？后来啊才强行把矿给关了。这不雨季刚到就出事儿了。那你当时为什么没有制止呢？这是市里招商引资的项目，我无能为力啊。小苏，你赶紧把你那个保护环境发展旅游的计划给方部长看看。方部长，计划书。这些孩子怎么办？您说什么？嗯？啊，计划书。林岩同志，永泉同志，这两天发生的事儿，我感触很深。我们这些做组织工作的人，可以说是通过你们面对老百姓，所以，不管是发展经济也好，发展文化也罢，还是替老百姓多想想吧。小学校一定抓紧时间建起来。玉明，小苏，这是我们几个的一点心意，你收下，收下。你好，秦先生，阿志。秦雅，等一下，叔叔把车开过来，带上这些东西，待会儿咱们去古镇村。好的，家王叔，我在这等您。好的。办妥了。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The phone you are calling. 哦，对不起。哎，小雅。爸，我在中心室，家王叔叔突然找不到了。你现在啊，就在那个宾馆待着，别动，别动，千万别动。有人举报，纪委正在调查，你和女儿就配合一下，问题查清以后再考虑工作。我明白，我接受组织调查，
不过，邝主任，你给我点时间，我抓紧把贿选的事情查清楚，好吧？哦，那个我女儿啊，我已经让她在中心室等着了，等着纪委的同志来调查。那个功课是肯定会耽误了。我理解，理解，理解，嗯。好，哎，再见。看看这个，你没事吧？部长，部长，这个是昨天关林溪镇关于贿选的村民笔录，您看一看。花儿，哎，我交给你的任务多久了？贿选的事儿有结果了吗？什么效率？范伯伯，您生气了吗？没有，没没人呀，方部长，吵醒你了。你怎么知道我喜欢何冲啊？您不是胃不好吗？哎，怎么样？啊，还有事儿啊？谢谢。没事，什么事儿都没有。我想给你打电话，就是告诉你，我挺好的。真的。快睡吧，啊。喂。
对不起。是爸爸对不起你。给你茶，味道怎么样啊？哟，太忙了，还没来得及喝呢。喝吧，这就是。从你们前期对中心市干部考核的情况来看，中心市确实具备产生新市长的条件。你们可以正式启动程序了，到中心市去，组织民主推荐和组织考察。哎，马上啊！书记放心，我们正在加紧工作，争取下个月上旬把这个市长候选人提交常委会研究。嗯，哎，郭书记，这茶还真不错。嗯。我说这茶呀，就是不一样，有的是越喝越有味儿，有的呢，两杯下去什么味儿都没了。好，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现在的好干部，几年以后会怎么样？到了领导岗位会不会变？会不会又出现一个姚中富？所以啊，我们就要不断的完善我们干部选拔的程序。为老百姓真正选出好的领导来，这样我们也就不用担心了。喂，爸，不再变了吧？嗯，好，那我在家等你，就这样。喂，郑平啊，最近怎么样？明天能不能来我这一趟？喂，方部长，明天有没有时间？我们去工作一下。喂，这个干部还是不错的，人踏实本分，当了11年的处级干部了，都老处了。这是工作，别影响工作，快点！说好了不许接电话的。那你拉我一下。来。给。关机，关机行吗？还差不多。来。来给。进来吧。唱生日歌呢！哎呀，来，起头。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打不通了。
惊慌，几度风雨，几度夕阳，描绘的是那心心相通的长廊。骏马驮疆场，酸甜。